这个舞给大家跳一个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一首舞叫芊芊，然后呢，然后点点关注啊。主播的，点下关注可以吗？主播是个什么舞都会跳的主播。
然后有小爱心的送小爱心，现在才十几个小爱心，是因为前面的主播都太优秀了，对吗？太优秀了就没有小爱心了。那个谢送礼物的所有小哥们，欢迎来到九三全网最专业有颜值的频道，我叫波波，请多关照。对，我是青岛的。大家喜欢主播的一定要点一下关注啊，要不然找不到了多可惜啊，对不对？还有九分钟给大家跳下一个舞啊。嘟嘟嘟，是我太优秀了。给大家跳一个走江南，走江南。水心酒一壶，陪我远方的孤独。Tea!
你们都跳睡着吧。谢谢松林我小哥啊，谢谢八百哥，谢谢诸葛 ，thank you。没有睡着吧？谢谢八百哥哥。大家喜欢直播的可以给主播点一下关注吗？电脑用户在这里有个直播时通知我，手机用户上面的黄色小爱心。17。对呀，我知道跳古典涨粉慢，但不是女人总有几天身体不舒服吗？跳太劲爆了，我觉得我会肚子疼死啊！对，理解万岁吧。欢迎来到993啊。古典好看是好看，可是可能很多人都不喜欢吧。大家喜欢主播的一定点一下关注啊！主播什么舞都可以跳，只是最近身体肚子疼。然后有小爱心的记得送一下小爱心，不辛苦不辛苦。还有最后的三分钟啊，给大家跳最后一个古典舞了。等下次轮麦的时候给大家跳那个韩舞和爵士啊。噔噔噔，记得点点关注哦。我来自湖水新旧一壶，陪我远方的孤独。周一就像一扇窗，推开了就再难合上。谁踩过枯枝？周一就像一扇窗，推开了就再难合上。谁踩过枯枝清香？萤火绘着画屏上，为谁拢一手芬芳？红叶的心间情意绵长，他说就这样去流浪到美丽的地方。轻轻轻轻唱，谁的泪水静静淌？那些年华都付作过往，他们偎依着彼此，说好要面对风浪，又是一地枯黄。Thank you.